成化年间，宪宗皇帝纵容宦官弄权，阉党权倾朝野，设立东厂和西厂两大势力，监视文武百官一举一动。东厂本名东极市场，在朝廷各大衙门均有派人驻守，监掌侦缉调查之权责，甚至一手掌握百官生死大权。西厂即是大内密探，负责替皇帝刺探消息，在全国布下侦缉网，罗织罪名，履行大狱。京城内外官员闻风丧胆，一旦被怀疑，立即逮捕，严刑破供。今日东厂首领钦差掌印都主万玉楼来到龙江水师造船厂，名为监工，实则要逮捕反对他的官员，当场处决，就地正法。把礼部郎中和右侍郎揪出来，拿住了，押囚犯，押囚犯，囚犯到，囚犯到，囚犯跪下，停审。你们两个据表上奏，参我贪赃敛财，向你们百官滥收孝敬钱是吗？不过你们的表彰还没有送到御前，就落到我的手上，哼！你们结党对抗东厂，参兵败卒，死一个少一个，就只会偷偷摸摸，苟延残喘。不过我料你们没那么大胆，敢在皇上面前告我的状，哼，背后一定有人主使你们。武军都督府千事参千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武军都督府千事参千之在，你真不愧是阴险小人，把两个无名小卒弄来做你的替死鬼。你整天巧言令色，咱家都替你累得慌。来人，是是，给我加点料酿坛好酒，替你补补身子。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。是，拿下囚犯。你里面还穿了护身甲。苏文，你武功极高，带来一大帮手下，还这么怕死？报上名来，拿来酿酒也要知道是谁的尸骸。你听清楚，我叫赵怀安。不过你不用白费心思记了，我会在你的狗头上刻上我的名字，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哦，是吏部尚书的残余手下。他断子绝孙了，你们这些残党就不怕跟他一样绝种吗？残党总好过你这般东厂，连种都没有。哎，你平时喝那么多你自己酿的酒，现在却连一把剑都拔不出来，我
我看你还是死了算了。放肆！打你！朱公的家人我们都已经妥善安置，你们很快就可以跟他们共聚天伦，请放心远行。救命！多谢三位英雄，后会有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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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一朝之政沦落到由我们武林中人来决断天下是非，真可惜啊，好官都走了，还有谁来处理民生大事？那些东厂烟贼最厉害的几个头目，这半年来都做了我们的刀下鬼，平定了东厂，这些好官就可以早日回来了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一旦我们遇上绝顶高手，情形就没这么顺利了。他的前后门已经重兵驻守，东西向两侧各部署了近百名锦衣卫，现在大觉寺内外防守严密，没有您的手令，出入者格杀勿论。你们退下。是是。呈交皇上的奏本要怎么写？我们来议议。要慎重考虑。要是这个赵怀安逼得我们藏身此地，不报又如何呀？不报，船厂当天虽然有外人在场，谁又能越过我们执奏御前？如果有，就灭他的狗，这还不简单？报，禀副都督，西厂宇公公突然来到这里，已经进了大雄宝殿。东厂的事，西厂干嘛来搅局？与他有何相干？一个江湖剑客就把你们搞得杯弓蛇影，连自家的大门进也不敢进。躲到这儿做了缩头乌龟，人家都杀上门，还敢说与我没有相干？什么杀上门啊？只不过来了几个乱党，东厂会处决他们。龙江水师检阅，重兵防守。一个姓赵的无名小贼，三招两式就取了万玉楼的吃饭家伙，剩下你们几个不堪一击的无胆鼠辈，拿什么本事处置此人？那天万公公一时失手大意，低估了对手。低估？哼，是低能。东厂几个所谓高手都让人屠戮殆尽，司礼监长印房，就快轮到你们几个。放肆！坐下。躲在庙里叹气有用吗？咱们当官的是替皇上分忧的。西厂算什么东西？你们西厂设立还不到半年，你凭什么资格替皇上分忧？报。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？现在我就来告诉你，
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。还有，你听好。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，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。一句话，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，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这就是西厂，够不够清楚？哼，又是万贵妃找他入宫。哼，才半年光景，进皇宫就想回家，还上了绣床。娘娘，西厂与公公在慈宁宫已经恭候多时。纯，心肝宝贝开心果，你过来。派你去西厂，让你掌管宫里大权。你何必去招惹东厂呢？你的职责是防范宫女背着我上皇上的龙床，干嘛要花心思去和东厂那般奴才争权夺势？不如留在后宫陪我玩，哄我开心呢。奴婢岂敢辜负贵妃娘娘的信重？宫里头的女人，只要让皇上多看了一眼，都活不过第二天。娘娘请放心，西城绝不允许宫中有人私怀龙种。前日我又发现有人暗结珠胎。是谁自甘下贱，让男人白占便宜？那四个贱人有三个其实是跟侍卫有染，不管是不是龙种都是个麻烦，已经让我处决了。四个贱人处决了三个，那还有一个呢？让他跑了，他叫苏慧荣，已经派人出宫去灭口。兴师动众的到底要抓谁呀？看旗号应该是西厂的人马，他们去的是红石谷方向，我们跟上去看看什么情况。铁锁上面坐了个人，到底是什么人？给我盯紧他。船家，把船拨过来，我们要搜船。船已查出来，快收缴。哎，快靠过来。阿蔡，收缴。船上没啥别的，放我们条生路吧。别怕，关大爷说你晕船，不会有事儿。不打死招，快过来。五爷大人，误会呀，我们每天都走这条水路呀，没事的。船上面有几个女人？都给我滚到船头上！船长，船泡了！什么东西？船上扔下来的，快去禀报！报，三档头，这个香囊是从水里捞上来的。嗯，这个守绣工很眼熟。谁让你坐下来的？大人别打，我女人有病啊！病什么病？给我站起来！官爷饶命！起来！啊，不要！上去！这个香囊价值不菲，干嘛要扔到河里？哼，这个香味儿！看看你身上有没有。宫里跑出来的吧？大人，
吞吞吐吐的，哼，看来这肚子里有玄机啊，跑过来看看。是。抓稳他。不行啊，大人，放过我，放过我的骨肉吧。你是苏慧荣。明白，大人。你是。放了这个女人，我再说一遍，放了这个女人。犯人，全部走开。他们还想上来，难道想让我要了你的命？滚开，你们想害我。叫他们跳进水里。跳，还愣着干嘛？全部跳，跳下水，跳啊！好，我就留你一条性命，你回去替我做一件事，向你们厂工报上我的大名，赵怀安。啊，赵怀安，你是赵怀安？你现在给我爬到棚顶上，两个时辰之内不许动。做完了就让你走。叫你上来是不许你动，你看什么看？想看我走了没有？侠，大侠，我们还不赶紧走吗？我知道你武功高，但此地不能久留啊！啊！我还要等一个人。等人？你等谁啊？良辰美景，嗯，喝一杯。赵兄，他又和前几回一样在喝酒啊！来，既然如此，陪他喝。大哥，他假扮你到处救人，是想引你出来见面。不用去理他，帮我们救人不好吗？多几个这样的赵怀安，我们更要喝一杯了。给。哎，赵兄，看样子你们老相识吗？为何不见面？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。相逢何必曾相识。Thank you.
是信鸽，肯定是西厂那些番子们放的。向西飞了。那就是说，他们的产工已出了京城。奇怪，这般西厂出动这么多人马，就为了追一个有身孕的女人。那会有更多的追兵，看能不能帮上忙。去报告督主，一切正常。是。飞鸽传书，红石谷那边有什么消息啊？督主，苏慧荣给一个剑客救走，那剑客是赵怀安。金良，你估计赵怀安带着苏慧荣会走哪个方向呢？向东去是京城，是回头路；向北靠近边关。他们会向北走？只需要两天就能出关。身怀六甲的女人，车马颠簸受得了吗？那西北是水路。但会慢一点，他们要走嘉峪关，洛水西出到龙门，到龙门等他们。整齐大官，守住安稳，航向西北。快！再来两人。这就是西厂的番子。看看他凭什么本事混这顶乌纱！动手！马进良，主管等我，不能动我！去死吧！你是西厂何人？羽化田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我是你们东西厂的杀星赵怀安。
守，包围船头。是，弓箭手这边。呀！快冲更多！扔！受什么？这个赵桓也只不过是你手下的一名败将，此人该与素慧荣同行，怎会出现在此地？莫非他是假的？非也，管他言行是对付东厂的左派，不像是假。如果他是真的，红石谷劫走素慧荣的又是谁呢？雾墟里会有多少个赵怀安，我都要把他们的人头高悬在灵济宫前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给我盯死苏慧荣，利用他们做场好戏给东厂瞧瞧。是，督主。两块石碑上面刻的是什么字啊？石碑上面是400年前的西夏文，常年风沙侵蚀，只留下头尾龙门两个字最清楚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龙门。从这里向西不远便是玉门关，你现在可以一个人出关了，他们是不敢追出去的。一个人出关？你不和我一起走啊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？但你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你就自己走吧。大侠，你一直吹这只笛子，我猜这一定是你的定情信物，对不对呀？你猜中了大半，笛子的确是定情信物，但情不是跟我定的，是跟另外一个人。是个谁呀？谁跟谁跟你都没关系，反正这笛子本来就不属于我的，我要替它的主人把它还给那个人。以后不准再提笛子，要不然我一句话都不跟你说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像不像？像什么？像你要找的那个人。你给我记住，我的事你要是再多问一句，我就把你扔下，再也不管你。身孕不能跳。Oh, my God.
好信儿了。沙暴不长眼睛，到时候这客栈整个就坏了，断水断粮的，连我们都得搬到驿站上去。两位卡船，两位卡船，今儿真不凑巧，老天爷变脸了。别说了，路过此地，吃饱就走。哎，掌柜，驿站有多远？驿站离这儿才50多里，那边有山，再大的风也吃不住。哎，那吃的喝的是要啥有啥，骆驼得半天就到了。对，我说水可得多带点，那沙漠里不带水可不中。哎，忘了把咱俩带上了，都带上。多得罪啊！哎，多得罪。那我们走了。一路顺风。卓马皮，上壶。一路顺风。我叫你守住门，不让进人，咱有进人了。他们不搭理我，我挡不住呀。知道了，吃完就走。来，两位，花生干锅送来。那两个吃点啥呀？我来碗羊肉汤米面。羊肉汤面？哟，给我两碗素面，别的都不要。就这样。中。素面很快就到，给厨房说来两碗素面。两碗一股面。慢用。在这里点菜有一个规矩，用自己的筷子叫做一招鲜，用他们的筷子叫做十通天，这是黑店的规矩。黑店？什么是黑店？你看，这里经常刀来剑往，周围还有洗过的血渍。对，是。别跑罢了，不让你走。掌柜，你把我们当做什么人？要我们吃白肉？白肉？行有行规，但我们第一次来啊。对不住，弄错了。阿东，把肉给换了。什么是白肉？他们干嘛那么生气？白肉是十通天的肉。啊？那是什么肉？人肉。用黑点筷子吃东西的人的肉。得罪了，你快点回厨房去，笨手笨脚来。吕布大爷，洗个手，干干净净。哎，这十几天有没有见过生面孔的女人来过呀？生面孔，没见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一个兄弟在京城买了一个女人，正要把她接过门，她就一走了之。我们这帮兄弟啊，说错了，不是兄弟，是我大哥。他们是来要把那贱人带回去的，所以这两天你如果见过那女人，八公主啊，那个是不那个，亲人不如跟这儿过吧，亲人不如跟啊，这不，我女主人说，一进关就碰上你这般逼良为娼的龟蛋，吃女人饭还叫你娘亲是贱人。禽兽都不如啊！没事，罢了吧。
各位老板，江湖人过两招不会记仇嘞。你们是熟客，于大爷那边也是熟客，他带来的大爷应该都是熟客，大家都相熟嘛。你们又是关外人，不是从京城来的，互不相干。哎，怪我招呼不周。哎，我请大家伙喝酒，你们给我个面子中不中啊？他妈的！他妈的！他刚才只是跟我过两招，迟早要跟我来真的。你听好，这半个月不要再收客人，这间客栈我们包了。这可不行啊，客官，这里马上要刮大风沙，我们也要尽快赶往驿站那边避风，留在开战那就是九死一生，会没命了。有那么大风沙吗？哎，这龙门黑沙堡可吓人了，这方圆百里地都会被沙埋了，到时候客栈会吹成个啥样子，谁知道啊？钱你收下，走不走我说了算。那不中，刚才从关外来的那些客人，我不敢得罪他们。那你不怕得罪我们？这么多废话。客官呀，这些银两俺不敢收啊，你把客栈包了，他们又不走，我真不知道咋叫人家走啊。这个不用你劳心，既然风沙这么厉害，他们不走就是不想活了，我会早点送他们上路。又偷吃，恁娘你是饿死鬼转世？老子不饿。你当然不饿，你这大羊腿你也敢偷吃？你天天偷吃。放心吃吧，要是人肉，这两个伙计不会吵成这样。你弄啥？不是伙计啊，大爷，钱在掌柜呢。高抬贵手呀，大爷。哎呀，我们做下人的实在做不了主，你有事找掌柜。这是什么佐料？放进酒里干啥呀？龙门客栈三年前就是一家黑店，老板娘是朝廷侵犯，负罪在逃。做伙计的难道想跟朝廷作对？不干小人的事呀，小人有几个胆子也不敢跟朝廷作对呀。那就照我的话去做。听话，听话。把他放进酒里，拿给你们大大人。这是一般的勾当，小的实在担待不起。大爷，大爷。大侠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要看你问什么。你怎么会这么熟悉这个地方？你是不是来过好多次啊？你会不会就是……哎哎！哎呀，话不可乱说，看路。你想问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三年前那个朝廷侵犯？如果我是这儿的老板娘，刚才那些伙计就该认得我，你说呢？是，明白。厨房外面见到的。二当头，天有异象，看来这场黑沙暴会是真的，以防万一，我们要想好一条退路。督主可能到了50里外的驿站，叫李东守住马棚，一旦撤退，除了我们的坐骑，其他的马都放走。遵命。金良，龙门这个地名是从两块石碑的碑文得来的。是的，督主，当地的人都是这样说的。
杜主，这一带的商队都来到驿站避风沙了，我们这里很快就会人满为患，请杜主立即下令，不能再放人进来了。继续放。遵命。杜主，赵怀安难道真的会在这里出现？此人有勇无谋，一举一动全在我意料之中。继续放松防卫，由他出手，有我在，他一定会来。继续搜。说下毒要跟你妈妈学，就你那两下子还想出来混，下毒先毒死你自己。两家伙，我们抓过了毒贩的，是不是赶过来偷蛋？你干嘛关大门啊？客满了，走吧。放屁，外面都在吃沙子，没地方，房梁上都能坐人，把门打开。杆子你去，我去找他们走啊！我找他们走。哎，客官，塞翁失马，进不了门才是你的福气呀！服服服服服，服你个狗头！进庙烧香烧出火来了，都亮家伙了，还关门装太平？你们都是哪路的呀？我都进来了，有会说话的没有啊？督主怎么会来这儿？或许只是相似，他未必就是督主，我们去试试他。两位江湖好汉，您看看，人都站满了，摆个椅子都没地儿。这样，恁要避风沙，给我个面子，请一余部去驿站那边，那里的房子扎实又牢靠，地方又大，人再多也待得下。Grimby， 此官无辜也。不用去，我们主人那间房让给后面那位公子。人家两个人，你让一间房。若两位不嫌弃的话，我把两间上房给两位。Asrangu， 二好呀。请这位公子过来喝一杯。常见一杯酒，我们这里有陈年的琥珀精酿，牛饮不如品尝。世上的酒客要喝就喝真正的美酒，不如。两位赏脸，过来小酌几杯。好啊，去我瞒你账。立即去驿站看看督主在不在。这位大哥经常在这条道上来往吗？看我们的话呀，
那江湖规矩，拜门问路，先说说你们刚才为什么亮家伙。我跟这位大哥请教，没跟你说话，跟你没关系。可是我跟你说话也是在请教你，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哎，行，要现在解释为啥子我会到这个地方是吗？用不着现在，这位大哥，一路上只有这位女侠跟大哥同行吗？啊，你们不是土匪吧？老在这儿套我们的话，想打劫啊？混账，你是哪路的？敢跟我们头这么说话？你们又是哪一路鸟人呢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剑宗，这样，我敬这位大哥，刚才有失礼之处，大哥海涵，不要介意，小弟敬你。大哥请。嗯，你们敢在酒里下毒？哼，不会吧，怎么会有毒啊？刚才被你们拽进去的汉子满脸都是毒气，你说酒里没毒？你喝。你来喝了他，过来喝了他。烧了，咋捂这把火呀？卑不半文，你什么鬼？不只是酒有毒啊，那边什么都有毒。我们喝的酒没有毒，过来喝。他们那边没有毒，你们这边有毒，怎么回事？比起卖草呢。赫格拉玛桑巴香格罗里，聪聪，我家主人说我很喜欢你。哦，不是，他很喜欢你。阿赫特奈特米尼克拉特，主人说请你去他房间喝酒，那里清静，不会有人骚扰。不吃了，有点想吐。掌柜，打桶水来冲一下，这味道走杯到家了。好，客官，准备好了。这边，哎哎，刚子，大哥，我把房间收拾好，恭候大驾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龙舞聚会，冰火交锋，哎呀，很难。我去，摸摸火鸡的体再回来啊，师妹。禀告督主，我们照您的吩咐，把黑水城的石碑搬回来了。碑上面写的是什么？禀督主，碑上面刻的是西夏文，历经风沙侵蚀，到如今只能辨认出龙门飞甲这几个字，其他都已经模糊不清了。不过末将有件事要向督主报告，这两块石碑出土的时候一直被视为不祥之物，龙门常年风沙不断，据说就是跟着碑文有关。近来天色诡变异常，督主既已看过碑文，就请将碑放回原地，那就功德圆满，福泽天下。这，我们只是太配的，饶命！我都不知道。这就把命带回去了。我本来的计划是引蛇出洞，你偏偏就来个打草惊蛇。督主，这个民夫穿了赵怀安的洒鞋，已经是天罗地网，人家用一双鞋就轻松破去。刀既然出鞘，就一定要见血，翻个底朝天把赵怀安翻出来。是督主，走查一战。是，走，背着，走，
不是。真有那么像吗？回都主，骤眼一看确有三分相似，不过此人举止轻佻，行为荒诞，连都主万分之一的神韵都没有。这个人有用，我们可以拿他来出奇制胜。你回去通知谭鲁子要按兵不动，每一步都要等我指示，把敌人引入圈套。都主说的圈套是以假乱真，我假扮他，把他们连根拔起。果然妙计。为求谨慎起见，既然是真假难分，都主来之前要通知我们，以防我们一时误将都主当了是他。我给你个暗语，这个暗语是龙门飞甲。龙门飞甲。下一句是辨知真假。辨知真假。军机暗语一定要记住，记不住的话我就刻在你的胸口上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龙门飞甲辨知真假。龙门飞甲辨知真假。那么三个下来之前有没有找人把房啊？一切妥当，达大人兄弟在上面盯着他们来。老大，人齐了。咱们老大真厉害，是不是？就是。坐。外良才。左右先锋是平顶山的黄冈。大。江湖上叫他风里刀，这个信儿就是他捎来的。还有就是，还有的是，夺命无常常小文，和他一起的达大人兄弟，我的手下哈刚同嘎。龙门这一带在300年前，是大白上国的定都之地。那蒙古人曾经当时，蒙古人发兵将黑水城包围了一年，整座孤城只剩下108位战士。他们临死前把孩子、女人跟黄金全部封死在皇宫里，集体殉国。黑水城在一夜之间被风沙淹没。石碑上的字其实应该倒过来念，是来甲飞玄龙，沙海现神门。来甲就是每60年一甲子，飞玄龙就是黑沙暴，神门是大白上国皇宫的大门。每60年，黑沙暴会将大漠吹开，埋在地下的皇宫就会破沙而出，那时候我们就能找到皇宫里的宝藏。以前龙门客栈窝着那帮人中途生变，他们当家也是女的。原来你……大家听着，古城里面有很多迷宫，这幅是宝藏的出路图。出路？为什么是一张出路图？因为入口只有一个，但出路就要经过迷宫，没地图是出不来的。老柴，客栈最近惹上什么麻烦了吗？为什么来了那么多乔装的官兵？他们说是来找一个女人。风里刀，你的消息咋说来？好说，是西厂那边出的追杀令，目标是要追杀一个从宫里滑出来的宫女。白天我见过有两个女人来过，狗官一到他们就滑了。他们是用自己的筷子。就算他是道上人，等咱们财路的全都给他咔嚓了。错过了60年一次风暴，那就得等下辈子，天王老子也得给我让路。那些官兵见到冯立刀就毕恭毕敬了，难道他们认错人把你当成谁了？哎，他们老大好像还在房中等你来。台面话还当真？朕，人家都已经摆上桌了，难道喂到嘴边都不吃？来，我陪你去。吃什么都。你跟他交过手，还没吃到嘴里就先挨他一脚。那我跟你去。那不中，你比人家亮刀子，还能给你好脸色？
在座的几位都不能去。峰哥，你弄着多了，一个人去吧。我一个人去，出事怎么办？哎，你既然叫锋利刀，一定有两三招防身嘛。有两招你就不用帮忙了。哎，不会嘞，你万一出事就招回事儿，我们一大帮兄弟就会冲进去救你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锋利刀是靠一张嘴吃遍江湖的，他那功夫还可以。还有啊，峰哥，我看你这个官啊，好像比他们大得多，跟他们说话你白留情面。哼，就会说。二当头，他来了。叫你们乔装，你们就摆架势，大模大样，白痴都知道你们是官路的。是。有事吗？讲。完全在掌握之中，就等大人给一个指示。完全在掌握之中，还用给指示吗？乱成这样，你怎么收拾啊？大人息怒，小人不太明白您所说的乱是什么意思。大人不如把计划再说一次。大家上去的时候小心点。对了，老柴啊，你们重建客栈的时候，除了这个地牢，还有没有发现其？他布了好多的地道，机关重重。我觉得这里一定不止这个地牢，弄不好。老柴，新平，二才，你们在哪里？是他，白天捡到那两个，一个是他，还有一个想挟持我。这么熟悉这里的地形，只有以前龙门客栈的女当家林燕秋。再说一次，您的计划是什么？龙门客栈什么地方啊？他们的底探出来了吗？达子那帮人做什么买卖的？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是和光和平？我派你来又是干什么的？你说。西商馆是三当头，官正七品。废话，
这种事我还用问你吗？你就跟我说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派你来是干什么的？当然记得。如果小人做得不好，请大人给小人一个赎罪的机会。怎么赎罪啊？啊！叫你们下毒变成中毒，你们要追的人早就到了这里，你们还糊糊涂涂的蹲在房间里面等等等，等我给你们赎罪啊！我知道你当年是为了宝藏来的，可惜却被官兵盯上，差点掉了饺子，被迫划走。现在你把这个宫女带来，不过是想故技重施，引狗官来对付我，好渔翁得利。哼，你也不想想看，我可以跟那班狗官谈条件，把宫女交给他们，等狗官一走，宝藏照样是我的。算怎么对付龙门客栈那些人？给牲口下毒，把他们困死在这里。风沙一来，所有人都会被埋掉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只要我们要找的人还躲在这里，就不用等风沙来，要先下手为强。天一亮就立刻把他们全部割上，然后慢慢挖，把要找的人给我挖出来。是。交易过，我是朝廷钦犯赵怀安，记不记得？啊！嘘，有何指教？你给人识破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是谁？我终于等到跟你见面的这一天。这三年来，我每天都觉得这个江湖好大，大到无边无际，提心吊胆你的安危。三年前，我捡到你留下的定情信物，现在，我说。天下的男人都这么自私，他自私关我什么？你再说，
分手时我们不是约法三章吗？只谈生意，不谈感情，你干嘛反悔啊？先记了账，看你还敢吃多少，我再给你算。记账？怎么记啊？既然不愿意见他，那你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跟踪西厂的人来到这里的，想不到遇上了风里刀。我想他们发现风里刀很像一个人，像他们的厂工羽化田。厂工羽化田驻军在五十里外的驿站，他会派兵马来，大军杀到，一定不会放过这里的人。哼，说笑话吧，他们要的是你的命，杀我们？杀我们干嘛呀？你想想，羽化田怎么会轻易放过一个长得这么像他的人？任由你们打着他的幌子招摇撞骗，何况风里刀还假扮他玩弄了他的手下。如果这样也能放过你们，那就不叫西厂。羽化田的行动时间应该是在破晓。我们将计就计，先下手为强，打得个措手不及。第一步是分化敌人，他们有一个带路的中了毒，就从他身上入手。哎，吕布，我来救你啊！这是你中了毒的解药，朝廷已经利用完你了，你死了都不会替你收尸。如果你想保命，就帮我做一件事情。我没无辜。不用你打，我很爱我的女主人，但她惦记着那位公子，你替我把公子干掉。我说话都没力气，怎么要她的命？你去马棚把她的坐骑和客栈的马放走，沙堡一来她没有坐骑离开，就会埋在沙漠里。你自己行动方便都不出手，不是陷阱吧？我不出手是怕被我的女主人看到，到时候就没有退路。现在拿公子的命换你一命，你自己选择。这包解药只能解你一半的毒，你如果不照我的意思来做，三天后你一样会死。三年来，你一直带着我最心爱的酒，踏遍天涯海角，觅我行踪。只可惜有情无缘，辜负了你一番心意。我虽然没有等到你，可我都当作你在看着我。我带着这只栗子，好羡慕它的主人。他走了这么久，你都在心里带着他。他是为了救我而死的，这种债一辈子都还不清。我明白，你不见我是怕我在你身边烦着你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我始终不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。生离死别，感慨唏嘘，跟我的人一个一个的走了，有一天我也会离开，何苦留牵挂给别人？我也有个心愿，这只笛子我送给你，你带它离开这个血腥的地方，逍遥自在，不要回来。干嘛任务呀？第二步该你出马，看你的。我来给他上药。
我可以帮你完成你的心愿。一个女人是要彻底死了心，才会离开你，这样她才会逍遥自在。哎，我问你，当年你干嘛为了她放火烧了客栈？其实我……是厌倦了这片沙漠，哎，你真舍得走啊，留下来一起找宝藏吧。江湖人要放下一个情字，像我就是不谈感情，只谈买卖，这世上没有金钱买不到的。以前我也这样想，不过有些东西不是你的，你得不到也买不到。买不到我才不稀罕。有一天你会明白的，到时你会改变的。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带我一起走。不要以为你们两个骗得了我，你们都不是那种人，想我走何必花那么多心思。大侠，把我也带走。如果打起来把自己藏好，若躲不过这一劫，下一世去投个好人家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现在我去哪里都不重要，如果我留下来，他会有牵挂。龙门飞甲，什么？哦，一时说错话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们是不是找了一个带路的叫吕布啊？正是。他怎么了？他被人给收买了，正在马棚放走你们的马，想要把你们都困死在沙漠里，让你们都死在这里。学勇，去看看。是。你不是中毒瘫在床上了吗？为何还能走到马棚去啊？我有意思，自己会解毒，看来你百毒不侵。赵通，在拿一包鹤顶红给他吃，看他有何解法。千祸千祸，我千祸，我怎么会百毒不侵啊？我是吃了他们的解药啊，要我只吃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毒没解呢。继续说。给我解药的那个人，那个巨无霸叫哈刚通哥，他
他看上了他的女主人，想对付他的情敌，拿了解药给我，叫我帮他把马放了。报，下面连火阵打起来了，那个大大女人跟另一个女人大打出手，说是为了一个男人，还要放火烧客栈呢。即便有诈，也不妨先撤出客栈，看清形势再说。叫大家出客栈戒备。动静都没有，赵通、季学勇带你们的手下立刻进去查探，看清情况。是是，刘大，铁子，赶紧过来。这天色变得真怪。大强，你去厨房；丁大，你去马棚，其他人搜下面房间。冯一成，一上二楼。是。分可疑，我们的暗影是什么？龙门飞甲，对，编织真假。龙门飞甲，大家赶快，那边有一下。老山，幽了，这边夜游哎，立刻搬出去。龙门飞甲。哎，发什么愣呢？龙门飞甲，我才是个暗人。编织真假。编织真假。千户，你这里作何部署啊？禀督主，刚才客栈里面失火，唯恐有诈，我们的人先撤出观察形势。那你观察的形势又是如何啊？下面的人还没有报告。你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，还在这里等报告，他们就从后面溜走了。是督主，跟我去追。二当头，客栈里边一个人都没有，屋里很多湿茅草压住了火头，弄得到处冒烟。不妙，果然中了调虎离山计，快报督主。出来，放冷箭，大家小心。九官府，大家戒备。外面的人是不是中计了？我来跟他对暗语用。快去观察一下。龙门飞甲，说什么？龙门飞甲，说。奶奶的！他们到了，一里外，我等他们靠到最近才回来的。来得好，准备。二当头，手下发现我们的官服被人偷了。
外面的赌注是假的。龙门飞甲，还来？甲，甲你祖宗！放！要利用龙门客栈的地形和风势，兵分四路。第一路，老柴，你站在最有利的地点，找出羽化田的位置，用旗号指出它的方向。第二路，常小文和哈刚，带领你的人马从客栈的南面攻过去，消耗敌人兵力。三路，顾少棠，你带领客栈的人马从另一面包抄过去，呼应常小文，拖住羽化田手下的高手，小心那个戴黑面罩的，不要低估他的双剑。第四路，找出羽化田，交给我。
你怎么回来了？来帮你。那个弓箭手随时会放冷箭，想办法把他打下来。羽化田在那边，我去。不行，弓箭手交给你，羽化田让我来打。让你打？你自己一个人去吗？是，一个人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相逢勇者胜，羽化田有胆子跟我到龙卷风里分胜负。你听着，你是高手就放马过来，我等你。
前面有光，是反光，是皇宫的金顶啊！我们终于找到白山国的宝藏了。我不会把你留下的。怎么了？赵怀安，赵怀安，你没事吧？燕秋，他手上那把短剑削铁如泥，千万小心。他就是西昌禅宫羽化天。我来对付他。慢，稳住，我已经熟悉他的剑法，你在一旁给我略阵，看他还有什么破绽。一个臭宫女就把一帮臭人引来这里，还有你这个獐头鼠目不伦不类的，还敢帮我，最臭的就是你。你又能怎么样？臭是本事，我们人多就是要臭死你。闪开。人多有用吗？人一多，顾虑就多，我倒要看看谁肯当替死鬼。你们这些人有几个不是为了钱？臭名熏天还要充面子，这里遍地黄金足够你做一帮之主，既可保你晚年生计无忧，又省得你在官场明争暗斗。官场阴险，你自己想想。好，我的心里话你全说中了，好主意。只可惜你们这帮人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，我轻而易举就把你们全杀了，这些黄金最终还不是归我所有。哼，这个西夏城一直没被人找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时辰后另一场风沙就会来，
到时候这个古城又会被沙海淹没。你一个人一个时辰能搬多少？这样僵持下去，到最后人财两空，对大家都没好处。看来咱们两个人完全想到一起去了，不过这儿却有人不想要黄金，一心只想要我的命。有他们捣乱，咱们发不了财。不如这样，咱们两边联手把这两个人解决掉，如何？哼，这是口蜜腹剑。离了此地，只怕他就不只要钱了。刚才他不是骂过你们臭，说你们獐头鼠目吗？瞧，现在挡大家财路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刀在我手里，我说了算。我可以不发财，你们一样没命。还是劝劝他，或许还来得及把黄金搬出去。这帮人都是为了钱。这个狗官用了离间计，他们很容易被他说服，调转枪头对付我们。哼，既然你都是为了钱，就不必浪费口舌了。雨化田，我可以跟你约法三章，和大家搬黄金出去。你放了顾少棠，就表示你同意这样做。如何约法三章啊？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，黄金要怎么搬？还用问？自己拿自己那份，能搬多少就看自己了。这种搬法对我可不利，我一个人要提防你们，又要搬黄金，搬不了多少，那又何必搬呢？哼，我知道你很想发财，但有诸多顾虑。这里的黄金一次当然搬不完，如果要大家都安心搬的话，我提议我们三方派人互相监视。雨化田，我还有顾少棠留下来，其他人把黄金搬出去，有我们三个在这里，出去的人就不会一去不回，这样你放心了吧？好，就这么决定。你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。你是打算跟他同归于尽吗？走了那么久，怎么还没找到猪狗？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啊，不会，我按地图走的。这个迷宫进来跟出去是两条路。嗯，快要到出口了。哎，想清楚没有？真的要回去找他们？这要不用想，不回去顾少棠怎么办啊？出去就天大地大，如果还要再进去，结果可能一个都走不了。这里能出去，我上去看看。把黄金搬上来。怎么了？这个人，这个人原来深藏不露。你已经走了，为什么为了他还要再回来？你是雨化田派来的细作，我们中计了。这匕首是你给我的，你是自食其果，现在这里没一个是我的对手。你把剑留给了赵怀安，想反抗妄想，论武功和计谋你都比不上。现在我去杀了赵怀安，不能让他进去。风里道，哎，你干嘛？快追啊！前面有陷阱。阿刚，哎呀，爸，啊，你抱过那个西厂女人之后，还抱我干嘛？我布鲁多，你看，那个女人布了陷阱。哈刚，这是什么？恨风里是西域金蚕丝。他布下这么多陷阱，就是不让我们进去通知赵怀安。大侠，大侠，怎么了？
不好了，他们为了黄金打了起来，打得头破血流。跟我来，我们上屋顶。白费心机，他们都打起来了，咱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赵怀安，刚才你和我约法三章，现在是否要重新聊一聊？他刚通感。是危险信号。你那么害怕羽化田，再进来就不怕他抓你吗？我为什么进来？我进来就是帮林毅秋杀了你这个薄情郎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人们迷恋权力和黄金的叫声。只可惜这一切最终都归为黄土，你们等了一世都是同样的结局，可能还要葬身此地。督主，又起风了，跟我走。快要到了。是。你们让开，让我来。来。在这里真的是为了分黄金吗？先上去。我知道你早就下了决心不会离开这里。
伤很重，他不想让你看到他最后那一刻，趁你还没有醒就离开了。有些东西我不想带走，就留给你们。生离死别无需任何牵挂，你就跟他说我逍遥远去，就这样。朝哪个方向走的？向南面。一定要见到他，我去找他。我们走吧，徒劳无功。他把笛子交给我，我留下来等他们回来。他们还会回来吗？一定会。一甲子。六十年就是人的一生，我们精打细算，完全是为了这片黄沙。我要做官，做一个位高权重的官。我跟你去。如果你等不到他们，来京城找我，我等你。这。心肝宝贝开心果，你过来。杀了他。哪一个？明白。23年，万贞儿贵妃暴毙宫中。据史书记载，贵妃是因肝病而死于肝火攻心。